This one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中國大學資助去美國進修，仲話開到鎖但冇破壞到個鎖就好有滿足同成功感。佢自己仲研發開鎖工具，依家已經有三項專利啦。公如又會去進修，又鍾意表演魔術同做道具。佢尋日同社工學系系主任，獲大學頒發長期服務獎。 做臨床社工出身的馬麗莊率先在香港引入家庭治療，整家人一起見面輔導，提供對話平台。她教書25年都沒有放棄前線輔導工作，更加希望將來能夠出書，深入淺出地教家庭治療，讓求助的家庭可以自救。打野凌晨，我上到動新聞開往世杯的網頁，識睇一定要睇蘋果觸動世杯。